除了拥有多首音乐作品，也曾主演过台湾电视剧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许久没有亮相的他，终于在近日推出暌违3年的新作品，也频频登上大陆节目宣传。日前他则低调回台，并趁空档特别与好友蔡敏佑聚会，两人的同框照曝光后，也瞬间在网上引起讨论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蔡敏佑身穿深绿色上衣，将白色帽子反戴，看起来相当有个性，而一旁的张栋梁则是穿着简单的白色上衣，戴着圆形黑框眼镜，对着镜头露出甜甜笑容。蔡敏佑也在贴文内幽默写下：“是当我们孤单都会想起的栋梁哥。”照片发布短短时间，瞬间涌入破万则留言，网友兴奋直呼是小时候王子组合的合体，两人根本什么都没有变啊！